是全国大选，全国大选每一个人都需要投票，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很自然的回去投票。可是到补选的时候，可能大家的想法就不一样了。第一，他未必知道有补选，因为他在吉隆坡工作，他可能不一定有看到在 KKB 这里已经挂满了我们候选人的旗，已经挂满了各个政党的旗，他看不到，他感受不到。第二，可能会有人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疫情哈，谁赢谁输，对这个州政府的政权没有影响，所以这样辛苦回来投票怎么？这样子的想法是不对的，因为这场补选之后，我们要等到2027年你才会再来重新选你的州议员，你要从2024年服务你到2027年这段时间，这整3年多的时间，难道你不希望选一个能够真心为你服务的人民代议士吗？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觉得补选不重要，你如果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3年、3年半里面继续得到一个好的议员，能够来为你们大家好好的服务，记得5/11请抽出你一些宝贵的时间回家投票，选出有能力的候选人，让他成为你的人民代议士。